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白丝这一条，我自己很喜欢，我觉得它是比较性感比较女人，看它的那个花纹非常的好看，而且每一边的花纹是不一样的，并且它非常的显瘦。我觉得这双白丝配这种修身的连衣裙就是女人味感拉满。这一款呢，我想叫它纯欲风，就是网上面之前呢卖的很多都是那种点点的图案，但你看它是很多小爱心，就有一点可爱，又有一点点纯欲，就很适合穿这种宽松的衣服。下面如果你穿一个袜套配一个运动鞋也很好看。这一双一看我的搭配就知道是洛丽塔风。你看洛丽塔风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的这个白丝上面都是这种蔷薇啊，还是玫瑰花，就非常的少女梦幻的感觉。我觉得它非常适合可以从中学啊、高中啊一直穿到20多岁吧，但是年龄再长一点，我觉得不太适合这个。这一双呢，我觉得非常适合酷女孩。你看它的花纹就是这种不规则的破洞，像这边有破洞，这边在这个位置就没有。然后它很适合那种你想尝试白丝，但是你又不喜欢甜美风啊、清纯风，那你可以试试这个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你们最喜欢哪一双？最不喜欢哪一双？评论区告诉我。